好，谢谢两位嘉宾来请坐，先做下自我介绍。亲爱的观众朋友，涂磊老师您好，我是春曼姐姐，身边的是妹妹心曼。你把我的话都说了，没关系，你再介绍一遍。那个是姐姐，这个是妹妹，是吧？对，我是妹妹。啊，说一下自己的身体情况吧。我和妹妹是从小生下来的时候就不能走路，后来的时候，我爸爸在我5岁，我妹妹3岁的时候去世了，然后爸爸在活着的时候呢，就带我们一直在四处的和妈妈给我们看病，但是那个时候并没有。 包括姐姐现在吃饭的时候，也需要妈妈喂。晚上的时候，我们不能翻身，一晚上妈妈大概要起来10几次给我和姐姐翻身。也就是说，一直以来都是母亲在照顾。对，妈妈就是我们的手，是我们的脚。有没有心里害怕过，唯一守护自己的母亲会放弃自己？小的时候有过这样的想法，每次我妈妈出门的时候，我们都担心。 当锁的咔吧一声锁上的时候，我们就想妈妈还会回来吗？有一次我记得我生病的时候，我妈妈出门，去给我找医生。天空飘着细碎的雪花，当我妈妈开开门的时候，我一下就闻到了外面的空气，长时间困在斗室里面，忽然闻到外面带着雪的味道的空气的时候，真的忽然闻到了生的气息。可是妈妈走了，我身边没有人照顾。 妈妈要是留下的话，没有人给我请医生来，所以那种心情是非常矛盾的。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就接受我们的命运？大概就是如此了。是在我们在十几岁的时候，当时一位记者做了一篇长篇的一个报道。虽然是我知道，我曾经在一个抽屉里看过那个诊断书，但是由于那个时候这样的信息特别少，所以没有办法去知道它那个名字。 到底是一个代表什么样的意义？当时的时候，的确，打击非常大，因为你看到那篇诊断书的时候，毕竟是一个年轻的生命嘛，我肯定就觉得我是没有未来的，和妹妹是没有未来的。这个未来不是理想上的未来，可以说是我们生命上没有未来，因为有很多的梦想没有完成。
神情镇定的说话，而且能够出书，都来源于一个人。我们的妈妈。对，来，我们掌声有请妈妈。我是村段新曼的妈妈。我是51年出生的。老大是这样，老二又是这样。刚刚得知这个病情的时候，你的心情是怎样？因为生了男孩之后吧，然后那时候不知道女孩不能走路，因为他们会爬。会爬。能爬，但是他的体型不变。也能坐起来，体型看不出来，那时医学也不发达，就说这孩子缺钙。等到他爸爸去世之后，我领他到，沈阳二医院。他属于婴儿性进行性脊髓肌萎缩症，然后才知道这孩子病是那个疑难病，治不好。所以那个时刻心情是有些绝望。确实有绝望，就像天塌下来一样，孩子不能走路。对，一个是这样也就过去了，两个都是这样。是的。是吧？也就是说你男人走了之后，三个孩子你来养。对。大女儿5岁，二女儿3岁，儿子2岁。对。那你是什么工作？当时那时候在幼儿园。那你这收入能养得起三个孩子？那时候可能是30多块钱、40多块钱，然后吃供应粮，困难点可以也能生存吧。但问题是你还要求医问药。对，求医问药。因为他爸爸去世吧，顶梁柱没有了，很难过的。确实很难过。就知道自己每天，遇到难处就开始掉眼泪，就是这样。有一次我记得我掉眼泪的时候，我大女儿就哭，我哭，孩子也哭了，说什么妈妈，我死了之后你就负担没有那么重了，就这样。孩子哭，我想，我扔下孩子，谁能来管他呢？谁能来照顾他？然后我自己心上想想，自己挺起胸来。自己咬着牙，不管怎么再难再苦，我也活下去。所以这么样之后，慢慢的孩子大一点，有的小学。
个的。啊，我们两个由姐姐来说好吗？姐姐来说，那妈妈推姐姐去说好不好？好的，好好，谢谢啊。哎，我的幸福心愿是给妈妈种一口健康的牙齿。好，谢谢。看妈妈的牙还好哎。不，都已经掉了，全活动的，松了哈。全都松。里面不能，里面不能咀嚼东西。啊。现在种一口牙要多少钱？就是几颗牙只要10000，如果满口牙要弄好，可能达到20000左右吧。20000，医生是这么讲的，因为妈妈的牙她跟其他的人不一样，因为她本身有胃病嘛，照顾我们，然后一直不能吃东西。有了胃病以后，有21天不能吃饭，一个人21天不能吃东西，扶着墙走路，还要给我们洗头洗澡，然后给我们做吃的。那个时候我们真的没有办法，不知道该怎么回报母爱，该怎么帮妈妈，不能送她去医院，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妈妈不能吃饭，我们也不吃饭，陪着妈妈一起挨饿。后来我妈妈经过治疗，身体开始慢慢的好转，能吃一点东西。然后她不能牙不好不能吃东西呢，她就可以吸收的东西她又不能吸收。明白。那我们来听一下四位嘉宾怎么来帮你完成这个心愿，理解你们的故事。来，其实中间我在听到说妈妈放弃了给弟弟上大学的这个学费，然后来给你们开通热线的时候，其实我是有一点震动的。但是我觉得你们今天这个心愿，我就特别特别的支持。我觉得这是非常真实的、非常实在的，给自己最爱的人的这种回报。所以我们迎朗文化非常荣幸能够帮助你们在资金上有一点助力。我们迎朗文化助力2000元，希望妈妈能够笑口常开。祝你们幸福。我觉得你们两个应该是最值得被照顾的人，可是你们不光照顾好自己，还能去通过热线的方式去帮助别人。而你们这个母亲，哦，她的付出简直是让我太感动了。40多年真的是太难太难了。儿女的心愿我特别能理解，刘润游定制旅行也愿意去帮助你们，一起帮助你们帮助母亲实现这个小小的心愿。我们也希望能助得上一份力，我们愿意奉一个3000元的小红包，也希望妈妈能笑口常开。谢谢你们。谢谢。认识你们非常高兴，然后你们为妈妈提出愿望我也非常非常支持。朗博教育吧助力3000元，一点小小的心意。你们是一对坚强的姐妹花，而且经过了不少痛苦与磨难，并没有被这生活所打倒。你们这种精神深深打动了我。西罗国际造型提供给你们一套价值3000元的护肤品，希望你们能活出另一种美丽。谢谢谢谢。